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51面，451面倒数第二行，请看经文：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，有如桃花自在天王。第一段，念老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又写彼土众生，衣报超生，衣食住三者，皆如欲界之顶，第六天之天王。第六天是他华自在天，在欲界里，这是达到最高的层次了。我们知道第五天比他第一个层次叫化乐天，已经很自在了。像此地所讲的居住的宫殿、衣服饮食、一切所需的物品，随心所欲，变化而生。不用的时候呢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要用的时候，它就现前。化乐天他化自在天，不需要自己变化。他需要所需要用的东西，第五天变化出来供养他，他连变化都不需要。这是一般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的状况，这也是讲的事实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的受用，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自己变化的，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，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烦恼习气没断呢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在这个世界没有往生，大概比四王天都不如，怎么能够跟他化自在天相比？第六天王福报大，第五天王供养他。他需要什么，第五天就知道了。
起心动念，化落天人知道了，啊，自然变化了，去供养他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我们想到下辈往生的人，谁供养他？阿弥陀佛，变化他所需要的东西，供养他了。不是第五天的，不是化落天的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价值。啊，让他依报无比的殊胜自在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：至于威德、戒位、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。百千万亿不可及备。后面的这几句话重要了。啊，接着佛说：“阿难应之。”叫着阿难，就是对我们说的。阿难是我们的代表。无量寿佛，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念老师右面这一段经文，显正报之威德品位。超世稀有威德，威神功德，什么是威神？什么是功德？下面有解释：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。这是威德的解释。一切功德法离不开智慧，啊，有智慧就有大威德。别人不能解决的事情，也能解决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你能做到。啊，一切大众当中，自自然然尊重你、敬仰你、依靠你，唯德从这儿来。功德，功
是功夫。德，这个德，跟得失的得一个意思。修道有功啊，自然有德。这个德就像阿弥陀佛，无界羞耻，48愿。这是不可思议之功啊！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自然所感的啊！没有一个意思要求，没有这个念头啊，自自然然感的。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众生，即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能够享受阿弥陀佛的一分功德了。他的衣食住真实功德，为什么呢？跟阿弥陀佛相同啊！不是说阿弥陀佛住好房子，住大房子，刚刚去的人啊，差一点。在极乐世界不是的，完全平等。正报、体质、容貌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一样。皆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居住的宫殿一样，衣服饮食一样，没有两样啊！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。极乐世界还需要饮食吗？如果需要饮食，怎么能够说超食西游？我们知道，到极乐世界肯定不需要了，因为他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血肉之躯，需要饮食来养活它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法性身。法性土永远离开这一些七情五欲了，这用不上了。为什么经上还有这个话？那我们就肯定待业往生的这些人在娑婆世界，我们地球上生活习惯习气很浓啊，到极乐世界很久了，怎么好像没吃饭？
这个念头一动，这个饭菜饮食都现前了。啊，就好像化乐天对第六天王的供养就出现了。而这一想，我在极乐世界不需要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应该是这种现象。啊，六道凡夫，待业往生，这个念头非常可能现前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念头一想，那个境界就现前，就出来了。啊，念头灭了，境界就。啊，这是饮食啊，生活方面的饮食。至于威德品位，也是超世稀有啊，神智洞达、自信、智慧现前，这也是得阿弥陀佛威神的价值啊，威力自在，住正定居，这一句很重要。正定居是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！”本无动摇啊，本无动摇是真的啊，觉真即果。虽然现在没有真的妙觉位，但是他决定会真的。为什么？在极乐世界修行，没有退转的，啊，只有进步，没有退步。换一句话说，正即果的时间，每个人早晚不同，但是决定真的。故云威德无比。啊，戒位者，戒地平位。啊，得三不退，三不退是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为其补处，补处是等觉菩萨。现在并没有证得不出位啊！现在是什么？在同居土要依天台大师的说法，最高证的观行位啊！观行位是什么？修行功夫得力。连出国都不到啊！啊，在大臣呢，出信位都没证到，也就是我们现前这种程度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这个程度，怎么可以说为其不出呢？啊，看起来跟等觉菩萨差不多呢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。四十八愿，第二十愿里面，
弥陀世尊的本愿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是等觉菩萨。啊，等觉菩萨是正德，圆满的阿惟越致。三种不退的，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都达到究竟圆满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神通变化，经云：“彼土声闻。”这是说声闻，就是说的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土。三杯九品，声闻是在下三品。方便有余土，下上品，下中品，下下品，这都属于声闻。能于掌中啊，持一切世界。这不是阿罗汉的神通，阿罗汉没这么大的神通。能于掌上持一切世界，至少是地上菩萨啊，登地菩萨才有这样大的神通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这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。啊，他们的戒位不可思议。又一切生者。四徒三辈九品，这叫一切圣者。借居虚名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神足、漏尽等殊胜神通。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“殊胜”两个字，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有神通，并不很殊胜啊。殊胜两个字不容易啊，怎么殊胜？很像阿弥陀佛，好像跟阿弥陀佛不相上下。如第十愿，这是四十八愿第十愿，于一念起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。有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，这叫一念起，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促啊！他已经超过1亿那由他8000佛刹了，不止10万亿过多啊！啊，《小本弥陀经》上说10万亿佛过多。不止啊，人家一念这么长的时间就超过1亿那由他8000佛刹，周边游历供养诸佛。
那么由此可知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是世尊的方便说。那世尊说这个话有用意，用意在哪里？娑婆世界，阎浮提众生，就是地球上的人啊，情执特深，啊，常常想念着呢，父老兄弟姐妹、家亲眷属。啊，你只要想念，一念情，你就回来了。啊，你就回到地球上啊，跟他们大家相聚了。啊，用意在此地，实际上不止啊。你一念能供养啊一切世界，啊，能供养一诺由他百千佛刹。一念之间，周边有力，周边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！供佛、修福、闻法、开智慧，佛慧双修。真正不可思议的，实实在在说，已经超过二乘神通啊，何况天人？啊，二乘声闻缘觉。啊，超越他们太多太多了。故云为德、戒位与神变这三者，一切天人不能为比，乃至百千亿倍，甚至不可计倍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玄殊太大。受故幕后总赞，幕后四句，阿难当知。啊，这是总赞。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如是是指经上所举的这些例子。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庄严，无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细数，说不尽的。啊，总希望大家真正发心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为正方知，啊，你亲自看到了，亲自听到了，亲自接触到了，你才真的明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九。受用具足啊，这一篇经里面讲受用具足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啊，学习环境。样样具足，
啊，没有欠缺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以求学来说，日常所想得到的一些参考资料，常常感觉得不足。啊，所以读书为什么要进大学？大学有图书馆。啊，这些资料收藏得很丰富。你所想找的，大致上都能够找得到。啊，小道场就感到不足啊！许许多多小道场，连一部大藏经都没有。啊，现在的印刷术发达，成本很低，这些法宝流通量就大了。啊，在宋朝之前，书籍都是手写的本子，我们就知道那是多么可贵。物以稀为贵，手写的本子数量很少啊，印刷术发达之后，虽然有雕版，很笨拙，印刷的数量也不多。啊，几十部、几百部就非常之多了。啊，现代的印刷术，古人无法想象。啊，在他们看到的不可思议。地球这么大，需要的人这么多，还是不够用啊！啊，我们印10万本、100万本，地球上人口将近70亿，还是太渺小了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，样样具足。啊，你所想要的东西不需要找，动个念头，你书房书架就放满了。啊，你不想要它的时候，连书架都不见了。干干净净，一无所有。你说你多自在啊。我们看念老为我们介绍这个品题，本品名受用具足，故所有过人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一样，皆形貌端严。形是身体，貌是容貌，
你的身体、你的容貌端正庄严，福德无量。这福德从哪来的？阿弥陀佛加持的。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加持？因为你一心称念弥陀。注意啊，一心称念。你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，前面说过，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功德，为自己的智慧功德，这个要摄取。阿弥陀佛慈悲，阿弥陀佛法印，愿意将自己智慧神通功德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共享，这还得了啊？让我们想到十方一切诸佛赞叹弥陀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他老人家真的是当之无愧啊！啊，你看那个心量多大！啊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啊！啊，只要你升到西方，这四句你通通都得到。形貌端严，永远不生病啊！永远不需要饮食啊！永远精神饱满啊！福德无量，除了自性本具之外，你看念念供养设法一切诸佛如来，供养的福，听经闻法的智慧啊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学不到的。世尊告诉我们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学不到，也没有。只有极乐世界有啊，又何况得神通自在？就像诸佛如来没有念想，如上种种殊胜受用，悉皆具足啊。这个里头我们要能体会到，这些都是以
受持弥陀名号，为戒习具足的真因。敬重标榜信愿持名，这一句话是真的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是乃总显正报的身心。依报的圣福，悉皆超世稀有。但本品中列显福德无量，亦是功德，悉皆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也就是大经里面世尊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我们这个地方心想也不生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心不纯啊，心杂乱，心染污，所以我们想它就不会现前。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，心纯，没有丝毫杂染，所以他应念能现前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受用具足。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啊，已经在极乐世界或现身，现在才去；或当身，或者是将来会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戒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通通的得到。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啊，你不会有缺乏的。宫殿、佛室、香华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你念什么就现什么。我们看了，能不羡慕吗？能不向往吗？怎么样才能去？经上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能去了。
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觉悟的意思。觉而不迷，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正知正见。我们生在今天这个环境，如何建立真正的菩提心？啊，真正做到《无量寿经》所要求的标准，我们在讲习当中，也多次的提到啊，放下、看破，彻底的放下，真正看破经教上常讲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假的。非一非常，就不是真的。怎么样彻底放下？把我们的清净心找回来。清净心是菩提心，平等心是菩提心。真诚心是菩提心，慈悲心是菩提心，凡夫难分难舍，无过于情执，这个东西最麻烦。可是不放下，轮回太苦了。轮回没有尽头啊，无量劫的干这种傻事，错了。真正要想学放下，我这些年来常做如是观，生还舍不掉吗？所以往生还是同居土啊，生没舍掉啊。身外之物放下了，
就轻松一大半了。我给诸位报告过很多次，衣服穿在我身上是我的，没有穿在我身上不是我的。钱财装在口袋里是我的，不是装在我的口袋里不是我的。我住的房子，我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我的。我出了门，这就不是我的，与我毫不相关。诸位可以试试看，我想能帮助你逐渐逐渐看破，逐渐逐渐放下。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谁最爱我？阿弥陀佛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有人说爱你，你要提高警觉，那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他用的是三心二意。那哪里是真的呢？只有阿弥陀佛、化身菩萨，他们用真心。真心流出来的慈悲，真爱啊。十法界里面的诸佛菩萨都不行啊，何况六道？六道全是虚情假意，别上当啊！六道里面的情执，那你可就上大当了，吃大亏了。这些没有智慧，你看不破啊。没有幸运，你放不下了。你有智慧，有真心切愿，你才真正能够放下，真正能够看破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看，你得到的跟阿弥陀佛同样的，金色身发心身同样的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同样的福德，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神通自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难，比证须陀洹果，比证摄性菩萨、粗性菩萨那个地位容易多了。他那个要断烦恼，才能证得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把万缘断掉，放下了，把烦恼扶住，就成功了。
所以叫待业往生呐。戒得如是，住妙色身。这个如是，注解里头有，戒指上品元圣第六天王，千万亿倍。这如是是指这桩事情。他化自在天王，怎么比也比不上啊！下贤受用具足，啊，下面的经文为我们显示，福德无量，称赞净土经言。由彼界中，这个彼界极乐世界，住有情的，是指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，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啊，唯有无量清净极乐。我们对这种事情向不向往，羡不羡慕，想不想得到，想不想现前就得到，越快越好。越早越好啊！啊，这就是觉悟的人，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再受煎熬，再受折磨，不干了。又本经，觉证极品啊，这个。极果品，这在本经的第32经文里头说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，是贤福德无量。无量福德，显现在最上的快乐，智慧明了，此乃光明慧辨也。第33愿，啊，48愿第33愿之所是，愿文里头说，成就一切智慧，啊，又本经菩萨修持品，啊，第30品。为彼国一切菩萨祝福密藏究竟明了，皆智慧明了之意。我们要晓得，祝福决定没有秘密。
密章是什么意思？佛的智慧太深了，不但众生不能明了，声闻缘觉菩萨都没办法明了。比如，前面我们读过的，一尘一毛的微点，这是诸佛密藏啊！这个微点，好像是现代的科学家，也只最近二三十年发现的量子。也叫小光子，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，它是一个电子的1/1000，也就是说，100亿个小光子组成一个电子。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一般显微镜也看不到。这个小光子里有世界，这是如来密藏啊！这么小的一点，它里头有世界。世界有多大呢？跟我们现实的虚空法界一样大。那里面有诸佛菩萨，那里面也有一切众生。这还不神秘。神秘的是，微点世界里头还有微点，那个微点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这是诸佛密藏啊，究竟明了，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谁呀？等觉不行，修普贤菩萨的法门，正到等觉位，就有能力进入毛尘微点的世界里去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这物质的身体，那多少微点呢？一个电子，100亿的微点，你就想到我身上多少，没法子计算了。我们身上多少细胞？细胞在分析多少原子，原子在分析多少电子，
像这样的诸佛弥藏，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有能力，因为经上说得很好，比过一切菩萨。只要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菩萨也包括在之内。他没说凡圣同居土在外，他没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菩萨不在内，没说，那就全是啊。我们回向记也常常念，愿得智慧真明了啊，含糊笼统，这真明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，别人念我就跟着念吧，啊，古大德写了是照念，没搞清楚，稍稍体会的一些，你就真正明了，真实不可思议啊！有明者明明白白，了者了了分明，是为明了。这明了的意思啊，密教中。如实知自心者，智慧明了也。这个知自心是什么意思？明心见性是知自心啊！啊，明心见性是化身菩萨了，不是普通菩萨，超越十法界了。他们如舍之子心，智慧明了啊！又照见无蕴皆空，也是智慧明了。无蕴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以前还是迷迷糊糊的，现在知道了。五蕴是什么？五蕴就是科学家所讲的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五蕴里面的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。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的发生是个自然现象。三种现象皆不可得，都不是真的。照见无蕴皆空啊！用什么照？智慧明了照见。啊，观自在菩萨，他照见了。照见无蕴皆空的观自在是等觉菩萨，十地之上啊，真实
彻底照见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自己智慧明了，而是在大乘经教长时间的熏修而明白的。啊，这个悟，解悟不是证。啊，我们能够解悟到这桩事情，还要得力于现代科学家的协助。没有他们从中协助，我们对这个事情依然是模糊。啊，我们信佛，相信佛不忘，相信佛所说的是真的。啊，可是我们的智慧有限，听佛所说，我们信了，这个信是勉强的信，信得不踏实。啊，看到近代量子力学家的许多报告，我们的信心踏实了，不再疑惑了。啊，科学家能把这段事情证实，再向上呢，他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要问他。物质现象是从精神变过来的，那精神现象哪里变过来的？他说无中生有，讲得通，自然现象变现出来的。自然现象哪里来的呢？讲不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在佛经里面找到了。自然现象是以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自信是本有的，不生不灭了。它不属于三种现象，所以用科学家的方法，用第六意识的思维，永远达不到。啊，那怎样才知道自信？自信究竟是什么？啊，是什么样子？大乘教里头有一句话：“为正方知。”你自己正的就明白了，你不正，没有正的，给你讲也没用。讲不出来，想不出来，不能想，不能讲，不能想就是不能思，不能讲就是不可以意，叫不可思议。怎么个正法？佛说得很好，放下起心动念。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得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你试试看，你能放下吗？
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成佛了，你证得了。啊，诸佛密藏，无蕴皆空，全见到了。我从哪里来的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？你就彻底明白了。啊，不用学的，学不到啊。啊，不学就知道了。经教上告诉我，修学佛法的功夫，全在放下。你要是放不下，菩提道上真正叫寸步难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学要放下，可不能执着。啊，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讲得清楚啊。啊，我们读经要怎么读法？第一个，不执着文字相。你看，读经把文字放下了，不执着名字相，里面的名词术语，不执着，放下它。不执着心缘相，我读，哎，它有什么意思？也放下，没有意思。没有意思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就照见，那是真的呀。我们有意思在里头，是叫情境。啊，你见带着情去见。菩萨的见，啊，化身菩萨，诸佛如来。他们的见是照见，里面不带情。啊，听教、听讲经也如是啊。啊，听讲经第一个，不执着言说相。啊，要放下。讲者的言语不执着这个啊，名字相、心缘相，通通不能执着啊。我们今天读经不能开悟，听经不能开悟，不但不能开悟，越听越麻烦，越听越糊涂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我们着了文字相，着了言说相，着了名字相，着了心缘相。不会听啊。如果能够立这三种相，诵经读经会开悟啊。会得定啊，会开悟啊。宗门大德常常说，你会吗？你读经会读吗？
你听经会听吗？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！啊，会读会听的人，一般讲，3年5载，肯定这三昧。三昧得到之后，顶多不2、3年吧，智慧就开了。智慧不能大开，智慧明了的边呢，已经占到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沾到一点边，你看经一看就懂，你听经一听就明白，这不是大悟，这是小悟，极小悟就成大悟，极大悟就成彻悟，只要你有恒心坚持啊，勇猛精进，啊，给你3、5年的时间，10年、8年的时间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。理论、方法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所缺乏的呢，就是真干。怎么没真干？啊，真干的人有福了，我们的福德不够。善根有那么一点，福德不足。啊，善根是真的相信，真的明白了，啊，还不肯改，不是自己不想改，那是什么呢？业障习气不准你去改，业障习气里头有1半以上的成分是你的冤亲债主。他在当中扰乱你啊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？要用至诚心跟冤亲债主沟通，冤亲债主很麻烦，你看不见他，你听不到他，你也摸不到他，可是他就跟在你身边，就让你心情宁静不下来。啊，我们要认真跟他沟通，趁他做菩萨，啊，希望他不要扰乱我，希望他帮助我，啊，让我好好用功，我功夫成就了，他也成就了，我不成就，他也不成就，啊，我不成就，未来世六道轮回冤冤相报，彼此多痛苦，话要讲清楚。如果我到极乐世界，我一定先来度你。我们彼此的问题全解决了，啊，同生极乐国啊，我们做个好同参啊，
好同学啊，将来我做佛，你帮助我；你做佛，我帮助你。啊，何乐而不为之？真把话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我相信他能接受。啊，他真的会不再扰乱。啊，发心来保护你，变成你的护法神。啊，现实社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亦复如是，特别是对人。啊，人与人之间，有过去生中的情结在啊。这个事情也要化解，不化解也变成障碍。啊，有智慧的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帮助你成就。没有智慧的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是障碍。所以学佛不能没智慧，没智慧，你的烦恼习气不但不能够减少，天天在增长。错了，啊，如果你有智慧来过日子，有智慧从事于任何工作，有智慧处事待人接物，也永远是感恩的心，永远是真诚的爱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要想有智慧，首先把我淡化。你从这做起，懂得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啊，学习还原观上的四德，随缘妙用。真正能学到随缘妙用，还原观上前面的三颗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以这个标准来看宇宙，看万法，看众生。从一体现二相啊，就是现一真的，一也好，真也好，都有三种特性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啊，因为三种现象都没有离开波动这个定律啊，
全是波动产生的现象。这个波才动，周边法界。法界里一切众生通通都收到这个信息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思想是波动的发射台同时也是接收台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，他们的波动，我们的身体，每一个细胞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全都收到。而且一丝毫不杂乱。电脑要跟它相比，差太远了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，我们的机器现在有故障。我们发射出去没有故障。我们的收报、收电、收信的这一部分有了故障，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设放的信息我们收到了，没反应。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，那一切时一切处所收到的信息完全明了，智慧明了啊，照见万法皆空啊，你确实知道它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所以虽然面对一切法，在一切法当中如如不动啊，那就叫妙啊，叫妙用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如如不动。这叫妙用。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给社会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虽然天天给他们做好榜样，实际上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啊！就跟极乐世界不是有意这么做的，自自然然的，这现代的流露，自然流露。在常寂光如是，在十报土如是，在此地依然如是啊，无二无别。你真正其如了，你会笑起来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些名相啊，说了好听的，是不是事实真相呢？
说是可以，说不是也可以。啊，说是什么？恒顺众生。说不是呢？清正境界。妙极了。啊，真正会的人去入境界，释迦牟尼佛在表演，在作秀。啊，你会对他温馨的一笑。啊，这一笑，就像世尊当年拈花微笑，只有迦叶尊者懂，别人都不懂。啊，微妙到极处啊！啊，我们要想入这个境界，经不可不读，不能不听。为什么？绝大多数是从这个门误入的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说法49年。道理就在此地，别的办法毕竟是少数啊，这个办法既定是多数啊。啊，教学不但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。宗教创始人都是教学啊，他不教学的经典从哪来的？那经典就是他们教的东西记录下来的。没离开教学啊，而释迦牟尼佛教学时间最长。30岁开悟，79岁圆寂，49年没有一天空过，天天在教啊，天天在讲啊，乐此不疲啊。啊，耶稣教学3年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啊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摩西教学也有20-30年。啊，所以仔细去观察，啊，宗教在最初的形式。全都是社会教育啊，普世的教育，这是对一般大众都是劝导大家断恶修善啊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的教导，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。啊，少数人根性利的，啊，上根人、上上根人，佛帮助他们提升。把他们提升到阿罗汉，提升到十八度，提升到常寂光，这是少数人。
学无止境，啊，能契入常寂光，这个德大圆满了。智慧圆满。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这个时候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自然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，众生有感。求佛菩萨帮助，佛菩萨真的有应啊！众生的感是有心的，佛菩萨的应是无意的。为什么？化身菩萨都转世成智了，意在世里头啊，所以无意没有用意啊，也就是说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用真心的设法界的众生还是用妄心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六道是妄心，四圣法界还是妄心。那为什么没有能转八识成四智？啊，真正转识成智，他就不再是法界了，他又高深了。啊，他升到十报图去了。十报图里头就是这一部经上所讲的法性身法性图。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设法界以下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不能不认识清楚。啊，是则智慧明了，大神通之本，而变化神通自在无碍啊。底下这一句非常重要。故曰：但得本，莫愁莫。根本智者，本也。种种神通啊，皆胜莫边思。啊，其他一切都是从根本智生的。什么叫根本智？世尊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根本智是无知啊，它不起作用，无知；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一念不生，这是本啊。一念不生是什么境界？
与自性相应的，与大般涅槃相应的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第三句话所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这是根本的啊！自性，也就是世尊在华严上所说的。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个话是真话，一点都没错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跟佛没差别，智慧是一样的，德能是一样的，神通是一样的，相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？佛下面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业余道破啊！我们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从佛果上掉下来，变成凡夫了。大乘教里常常劝导我们回头是岸啊，赶快回头啊！啊，回头就见性，回头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。啊，怎么回头呢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就回头了。回头就是啊，这些话，佛在大乘经上不知道说多少遍了，苦口婆心啊，教导我们，我们不能像他那样。一时顿时，他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他那一年30岁，在菩提树下，把烦恼障、所知障通通放下，所谓大彻大悟啊！明心见性，他成佛了。成佛就是成就一切种智，啊，根本智、后得智全显现了，就开始教学。79岁圆寂，49年教学没有一天中断。你要问什么是佛教？教学是佛教。啊，教的是什么？诸法实相。简单的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要跟科学家讲，物质、精神、大自然的真相。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佛是讲的是这个，教的是这个，正的也是这个，叫正果。故曰：“但得本无愁末。”这句话重要啊！我们学学什么？我们要得到这个本，本是根本之。应用的智慧是后得之，种种神通也是后得之。你全都恢复了，种种神通是自己的本能啊。下面所说的这些宫殿、赋诗、香花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意。这是后得之的成就。从自分来说，要从弥陀因地上来讲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。威神是指他无界修行本愿功德的成就啊！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我们懂得这个原理，真正能依这个方法修行，虽然不能够完圆满地做到，少分是可以实现的。以下从饮食啊，这是底下一段，衣服、住处三方面，名其受用具足。这是详细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以下的我们下一堂再学习。